姐妹们又到货一箱直户的纸巾，一箱是20包，我们家都是用他们这个纸巾，这里整整20包，29.9块。到外面上个公厕买一包这种1块钱的，我们这个划算下来1.5块一包。纸巾一包是90抽，四层加厚的哦，没有香味的，特别柔软，也是大赞的。湿水它也不容易破，湿水之后的状态，纸张质量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包装不同而已，大家根据自己需求去购买就好了。